我妈妈发现漂浮以后，不要只说分析什么的。因为是国父，因为是因为是他不修，因为不是的话，因为是人不修，人为人犯，我咋办？所以还有的。但是那个鸟香的 discussion de bistrot， 那 c'était mieux avant。哎，我。